很遗憾，我们的电力在上周已经完全耗尽，整座城市没有电力，防御电网对丧尸失去了效用，军备粮食也所剩无几。那耶稣建议我们去前方救世军的基地，看看有没有机会搜寻一点物资及生存者。那这次的任务呢，会有耶稣及瑞克还有其他的幸存者一同前往，希望可以平安的回来。那我不晓得这个人会不会太多一点，如果太多的话呢，那就是我们就先出发好了。好啦，上车吧。 OK， 我们现在在标那个地图啊，这个地图是在这个基地在 Pink Cage Hotel， 粉红色的牢笼，好奇怪的名字啊。好啦，看这个阿嬷应该上不来了，行吗？不行。好吧，那我们先出发吧。我们这边这个路已经被挡住了，过不去了，所以我们可能会从下面就直接下去吧。OK， 这个直接碾过去了。OK， 直接滑下去好了，从这边开好像比较快一点，因为它其实离这边不远了。OK， 这个路还蛮陡的，我慢慢开好了。哦、OK， 那边有一个算是坠机吧。那我们现在有军队守在那个山坡上面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就先开过去了。哇，沿路的僵尸也太多了吧，反正不影响我们啊，只是我们这样开一路开会有点距离就是了。OK， 我们先绕过去，先不正面对决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可能会遇到一些敌人。在这个非常时期啊，弹药非常少的时候，要节省弹药。还好这个路上只有些微丧尸，用我的车把它碾过去吧。然后沿路的丧尸不多，这个夕阳让 Trevor 想到他以前常常跟家人出去看夕阳，如今人事已非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快到目的地，那我们就先在这边稍微右转一下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基地了。那前方的话呢，有人在把守，然后上面有人啊，上面有人在守卫啊，我们有可能要绕过去了，不然被发现的话就不太好了。OK， 我们走后面好了。哇，这边丧尸开始变多嘞，我先把他们撞倒一下。不晓得他们守卫到底有多少人啊？有可能我们要先下手为强了。这个基地好像不大，应该是前哨站吧。好，我们先把车放在这里好了，因为过去的话，哦，他们还有坦克车啊！等一下，他们有坦克车，不过都被丧尸围住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那个人为什么会跑出来？哎、欸，旁边有丧尸啊，处理一下好不好？What？ 啊，被咬死了，帮忙一下！哦，天哪、啊！喂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们不要，不要闹了好不好？耶稣，快走开！耶稣，耶稣！啊，
不啊！救我！救你啊！好，我救你。耶稣挂了，哈哈，我先把耶稣干掉。好，真是太瞎了。我们重生个耶稣出来啊！耶稣挂了。好，给你10000滴血，你别再死了，拜托。太扯了，这我就不想捡了，我已经捡很多次了。你看他们的武器掉在地上就，耶稣，你有枪吗？我拿一把枪给你好不好？这把枪给你，拿去吧。你到底有没有拿枪啊？给你 ，OK， 好了，出发了，走了，没送啊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屋顶上面有两个，是狙击手吗？还是只是保镖而已啊？看一下。Oh, by the way, that's entirely your fault. OK， 那边有一个人，然后旁边有一个，哇，快天黑了啊！你们要注意安全，附近很多丧尸 ，OK。我先过去啊。OK， 我用第一人称看一下，这个人在这。我先把他们处理掉好了。Go fuck yourself！ 去死吧你！我发现下面还有人啊，他们居然没有发现。为什么他的这个望远镜在这里啊？先把他干掉了，避免坏我好事啊！好，太好了。OK， 这边还有一只。然后哦，原来他们还有生存者哎。哦，把他们纳入旗下的话，应该可以帮我们一些忙吧？那我就先把这边的守卫收拾掉好了。为什么他们不会动啊？这个人怎么按不下去呢？没关系，我先把警卫收拾掉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！他们居然不会动啊！好，应该没了吧？还有一个。用狙击枪干掉他，爆头爽！这可以打吗？这不能打，不能打。好了，他们的营地被我占领了，我先下去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好了。等一下，还有个人，发现了，干掉他！OK， 这边的哦。这边还有变种僵尸啊，地上。他的死法也太夸张了吧？是怎么样？他直接一脚踩进来哦，那好怪哦。OK， 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是我的伙伴吗？我怎么没有看过他 ？OK， 他说他叫 Jeremy， 然后穿西装的叫 Jack。还好丧尸不会进来。他们卡在门口。哦，原来他这个人是富兰克林啊！富兰克林，好久不见了，你过得还好吗？这边？这边还有个敌人他说他不会攻击我们，所以我们就先饶他一命吧。我们先看一下这附近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好了。他们说这边，尼根之前统治这边，然后他现在。他们说这里只是他的前哨站，而且要时常提供保护费给他，所以他们也不喜欢尼根。我们现在获得了非常多的食物，看这个餐车上面的食物我们都可以带走了。然后也有获得一些水。富兰克林说，尼根在北方还有另外一个哨站，有足够的油跟弹药，可以抵挡大量的丧尸，或许未来可以派上用场哦。这个消息太棒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去，
马上告诉瑞克这件事了。我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可以带回去的。哎，怎么过不去啊？我跳过去一下。好，这边很多车子可以带走。前方有一台地霸王，哎，但是它坏掉了。这台地霸王如果要修好的话，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啊，而且不太好处理耶。啊，不用，我后面其实有一台地霸王，这台地霸王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太好了，前方还有吉普车啊，可以容纳很多人耶。然后，这边有个士兵在锻炼，我先把他干掉。等一下，我发现了。这边有弹药库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些设备可以用，哎，哇，这个小基地拥有的东西真是太多了。但是耶稣警告我，这里的守卫已经被我们的歼灭，尼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建议我们先到山顶寨，顺便认识一下以西杰，或许可以增加一些防御能力与帮忙，而且占地非常的大。感谢你的收看，那么我们下一集再见喽。